他老人了，我操！确实，他不慌不忙，他不要把你打，他只求你先稳住，先不。武警现在能打吗？你现在能打吗？能打。福明救了你一命啊！福明把这个石榴打掉了，不然你打石榴有没有那么轻松啊？他你好像以前一直用，后来基本不太用了，他心里没底，可能我估计。那肯定是救了你一命啊！下面还有你好，那救不了你了。本来应该我救你的，不过我输了。你们那个场地要换吗？这个场地要换吗？可以。这个是开打的还是试一下的？开打啊！这个我前面就说了啊，二十强职业兵，但是他不肯用兵，选红人。十六强啊，不是十六强，二十强用红人打兵，这个我见识过的啊，有他一些东西在里面的，很神奇。二十强职业兵啊，但是他不肯对兵，他从来不会打兵对兵啊，不太喜欢这个对局，也从来没有练过，被迫选红人，那就不太好打了。那游戏平台温州二十强啊，对阵韩国索尼克，你和龙王能打吗？现在就放到这里打吧。啊，我们这个腹肌台是上海的龙王对长春的光明啊。我们这个要么休息会儿，等会儿直播一下吧。没办法直播，没办法直播，那就算了。游局是个网站对战平台啊，少个椅子嘛，少个椅子，谁的椅子让一下给他们比赛。上面有很多街机游戏，打老的街霸打网站，目前都是在这个平台上玩的。打网站的话，打街机嘛，那就不是太一样了，好吧？这个是红人打兵还是难啊？1-0输一个啊。双方先试一下遥感吧。来不及了，长春光明对上海龙王已经开打。我们晚上还要打团体赛，来不及。我也想看这一场，然而并不能够录像啊，为什么不录像啊？哎，这个是打还是试啊？我你妈，我他妈醉了，怎么办啊？我已醉。那这边就录像拍一下吧，谁有手机啊？手机拍一下吧。我们叫上海龙王的好基友叫蓝精灵上去拍一下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二十强对这个索尼克啊，还是不占优啊。啊，那这1-5，1.5-0啊，落后一个半。红人打兵还是不好打，这个想走身一个没有成功，血量不占用，前跳前走一步站中脚打回去啊，踢一个中脚剩血皮啊，有了，背吗？我不知道，过身跳啊，打头很漂亮，神奇啊！晚出跳一个站中脚，打你这个站中脚防空打到头晕，直接威血带走，很厉害。前走一个大蛇龙，想猜一个偷波，然而并没有，三个金拳接刀光打倒地，退回来。哎，神奇了，追跳一个踢到。
这个怎么办啊？我的基友在边上打比赛啊，我想去看啊，尼玛！前跳站重拳，前跳重拳10%，被冰下重拳拼掉，被冰晚出下重拳拼掉，但是红白晚出空中晚出重脚的话，冰这个不能拼，会被白打。这个是空中带一个责的，早期的话不知道，全部出重拳概率高，但是肯定是被拼掉的，只有出这个空中重脚啊，有这个概率搏一个白打。吃不消了，这个是2-0啊，这个他们打完我赶紧去看一下边上的比赛，我们继续看啊。血量不占优，但是还是不停的追啊，往前推板子，他一个前脚轻脚，这个没有用啊。那这边长城玩家已经鼓掌啊，我估计我这边龙王应该是输掉一个。红人补了个倒地，哎呀我操，没有背。韩国索尼克大兵打红人，2.5-0已经进入赛点，好吗？我们看一下20强有没有什么希望啊？前面看了他使兵打紧啊，还是很厉害的。然而他不肯对兵，不对兵的话，那你势必要选个能打兵的角色，那就是红人。但是红人真心是不好打，2点1个兵，晚跳要过身。到了啊，两个波不能两个波，不敢发两，果然是不敢发，漂亮，3-0啊。我这边要看一场比较惊险、比较惊险的这个比赛啊，但是，但是由于现场一些遥感的问题啊，这个就这一场就不能直播了，很抱歉啊，但是已经有录像了，有机会的话肯定会把录像传到网上啊，有机会再看。神奇，漂亮，这他妈太神奇了，怎么回事情？